这把图书馆是能不能拿到个十八连击？拿不到直接退游，好吧。谦让对手是一种美德啊！开局送对面一个十以杀，结果我躲在这角落还被发现了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别怪我不客气了呀！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红队选手这对面的第一名的头像还挺高级，是一头小奶牛。 冲出来是能不能把对手卡在天桥这边？听狗洞来人了。现在图书馆就各种武器组合就跟之前排列不一样了。送对面个16杀，最后一把钱居然是双管霰弹，就那个手枪喷子。总觉得有股杀气，赶紧退回来。 走着走着，哎，我就没血了。前面还有人，前后夹击怎么办？这波是第一次左血，回头反打， no mercy， 差点就要退游了呀。拿着9把 K 先耍一波帅，试试能不能来一波滑铲杀，打不中，运气比较差。继续往家里楼，注意这发，救大家帅不帅？贴脸锁血反杀，注意还有更帅的。 这波大家可以评论3个数字，大家懂吗？注意啊，先躲开喷子，这样就可以随便欺负他了。对付这种喷子，你可以先利用走位，等他夹子弹的时候再反打。有点紧紧单单，哎，跑到 MG 3的脸上了，赶紧跳上来。我这把18C打 MG 3还是要怂一点，更何况旁边还有他队友。 再利用走位扭开他的喷子弹，等他换子弹，咱们反打。然后他有子弹了，我们利用走位，这应该是第3次锁血了。每次都差一点。如果这个对手切成拳头，我可能会直接挂掉。第4次锁血，哎，没子弹了。现在子怡的防弹衣已经没有耐久了，赶紧溜走。这把子怡自带一个被动技能，就是锁血。 血量降到5-6分之1，直接就是不再下降了。有这种被动，那岂不是稳操胜券？赶紧滑铲，结果到这里歪了头，断处了。手机屏幕材质不太好啊，在这里卡一下。刚好这头小笨牛就往我脸上冲啊，直接送了我18连击。